저는 웨스트암 MJ입니다. 안원야 튜어를 해 거친 유니온 만나러 만나주기네 아이오는 가지고 거친 유니온 만나러 분연용어죠 해치 안원야 튜어를 해 뷰티스토 런닝 연투세션 후비의 목소리 我是飞仙波，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仙波。方木水路丢了十零八年，你听过唔得，先有八年甜。无路点嚟嘅，真系有giveaway。嗱，giveaway总共有五份，每一份系100蚊嘅，俾你喺呢个Beauty Store嘅website嗰度购物，而家有好多discount。 嗱，知點贏呢？非常之簡單。嗱，我哋總共有五份啦，兩份呢就會喺 YouTube 度抽嘅，只需要喺我哋留言嗰度呢，俾一個你覺得最 Q 電嘅呢個祝福語就得㗎喇喎。嗱，喺 YouTube 留言嘅朋友呢，記得喺你嘅留言下面寫上你嘅 WeChat 名啊。另外三份呢就會喺 Facebook。 嗱喺 Facebook 又非常之簡單啦，只需要 share 個 video with 創意留言啦嚇，咁啊記得將你嘅 profile 咧 set public， 冇放 private，private 睇唔 Q 到你啊，知唔知啊嚇？好啦，我嚟聽啊嘛，嗯。那今天我要教你新年傳氣氣，也不會變炮灰的秘訣吧？那其實咧，它方面就非常的簡單吧，把你全身上下分成四個部分 A B C D。 如果你的 A C 是暗色的话呢，你的 B 就要是亮吧；如果你的 B C 是暗色的话，你的 A 就要很亮吧。那如果你的 A B 是暗色的话呢，你不只要有一个 C， 你还要多一个 D 是亮色的吧。只要你学我这个 formula， 你穿的再黑，安迪安哥还是会 sexy 你吧。那正所谓潮起潮落，唯态度不破。如果你问我潮流是什么色，我觉得是胆色吧。那一个 pink 色的 Puma 运动风衣配短裤，再混一个拉拉猴的黄色墨镜，这么有态度的配色，根本就是引领潮流的吧。那这个 look 就非常适合新年的聚会。一来他得宠，你整条吉祥如意的五十样，安迪安哥会不喜欢你吗？ 那第二，他撩妹又得心应手吧？那比方说，你看到一个你很喜欢的女生在新年的聚会上，你可以跑去问她：“靓女，你的嗜好是什么呀？”那在什么都没有讲之前，不要脸，直接跟她讲：“我喜欢跑步，跑你心里那条路吧。”对呀，今晚恐高峰跟你 IG 互 follow 的吧？暖男不穿暖一点，怎么样当暖男？欧巴不穿快一点，鬼懂你是欧巴咩？ 那你需要的一件是长袖衣，那这个是暖男的必备。那需要选这种简约款，没有奇奇怪怪图案的吧？那再挂上一件粉到比女生那对脸颊更粉红的 jacket， 然后西装裤配帆布鞋，整个走出去就是 pass 人家跨北的路。All eyes on you 吧。那由于我们走的是寒风，所以颜色都会倾向 pastel tone 吧。脚底的芥末黄，再配上你身上的这梅花色，哇，多么的诗情画意的吧！反正你这样穿就是男友力 max 的吧。 那见家长呢，就好像打仗一样，太正式显得不懂得衡量，太随便注定被打枪吧。穿衣要合格，要懂得看场合。那好的女婿必须具备什么条件？安全感，没错。有什么比女儿跟特种部队在一起更安全的？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件 Rexagon 最新的特种部队风衣，内搭一件斯文但不败劣的白衬衫吧。那你可以应节一点，穿上红色的裤子去探一下老人家开心吧。那是这样的啦。 正所谓三分天才七分学，学做人嘛。那去见家长一定要带个腰包，那不是那种喇喇猴会带的腰包啊，要带就带这种没有浮夸的设计，各个皆有实用的目的。你看，要糖有糖，要吃的有吃的，要喝水还有个花茶，这个还不是个24孝女婿。见完家长随便在家里外面咔嚓咔嚓咔嚓，哎呦，还是帅到不要不要的不？那这种 帅 就是成熟男人的帅，帅得来不屁孩，熟得来不油腻吧？不知道女儿爱死你，他妈看到你恐高峰想要你快生个孙子给他抱啊！ 然后发现很多小飞仙看了《Elfen》那一集，都很喜欢 Young OG 这个 look 吧，所以我跟我师父大仙借了那一件好像酒楼制服的唐装，配上一件 oversize 西装外套和 MMM Studio 运动裤吧。那这样穿就有一种一代宗师的 feel。那这种搭配呢，千万就不要去穿那种 Vans 这种平底的帆布鞋吧。那如果你气场强，就是吴亦凡哦。你气场不够强，你不是变成一个功夫男吗？这种 East Meet West 的 混搭 呢，最大的挑战就是，它是有几种不同材质的单品搭配在一起，很容易显得格格不入的吧。那就像是我讲的，穿搭穿的是气场，搭的是巧思吧。所以配色方面你要拿捏的对，你就可以举手投足吴亦凡，随便咔嚓咔嚓都可以帅一番的吧。很多人问我能不能做一个 hype beast 的 look， 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是 hype beast。洗头用恰恰，恰恰，恰恰，2.5啊。
喜欢茶油茶茶茶，头上长骨度，怕死林老布吧。我的头发护了就在 beauty store 这里。衬衫 T 恤帽 T 配牛仔裤或者运动裤都是 Hypebeast 的典型款吧。所谓的 Hypebeast 就是把当下最火的单品呢挂在自己的身上，然后在网上斗熊炫富就对了吧。简单来讲 Hypebeast 就是土豪吧。所以你只要把我穿这个 MMM16 的衬衫换去 Off-White， T 恤帽 T 换去 Supreme for Mastermind， 然后牛仔裤再变成 Fear of God，当然少不了一双 The Ten 的 Chuck Taylor 或者是 Balenciaga 啦，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Hypebeast 了吧。 A wise man once said， 潮流是留给有钱人玩的吧，我们就负责引领潮流。其实你们可以来看看我的品牌的吧，没有很 hype， 但是帮你穿了不会变屁孩吧。结论是，人生短短几个秋，过年过节都要秋吧。那新年就没有规定一定要穿红色的，因为红色是一个很难去 carry 的颜色啊。因为红色会让人家觉得很亢奋，看了呢就会觉得很嗨。当你很嗨的时候，你就把很多东西都放大，所以你不能太样衰。来想象下，喇喇猴穿红色，你会不会想攀 Q 他？所以呢，不要让这种有的没的迷思去限制你的想象力，还有凸显自己的机会吧。我们穿衣服要选适合自己个性的颜色，让你展露自己的特色吧。所以在此祝大家新年呢就不要变炮灰，跟着我 formula 走呢，哼，今年新年你一定最威的吧。在这边就祝你新年快乐，发达成巨好名将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分享两次看个吧，试试看你爱上我为止吧。也要记得 like 我的 page，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了，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记得打开小铃铛吧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终于了大结局啦，非常之开心。唉，到呢个真系十分之辛苦啊吓。嗱，辛苦系小事，最紧要你哋 happy 吓，好唔好？嗱，记得喺下边留言，你觉得最有创意嘅祝福语好唔好？就再去到 Facebook share 嗰个 video 出去，祝你好运咯吓。嗱，喺度要十分之多谢 Beauty Store， 唉，再一次同我哋合作，俾我哋咁多积数。好啦，呢度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猪年发到似猪头饼咁样碌噃。好啦，我哋下一次再见啦，拜拜。